拿上去吧。啊，你要买这些啊？这是床单子啊，买两个帆布。哎，帆布床单子。这点这凉快。嗯，你这个甭走吧，那个我拿。我给这拿走。嗯，我给鞋换了。买了个黄瓜蛹，看看给他不给他炒着。黄瓜蛹空心菜，好吃哈。现在卖黄瓜蛹的少。黄瓜蛹一摔手放没完。我爸整个啥今天？青椒晾肉，这是你妈这最爱吃的下饭菜。我妈的最爱，根儿给它去掉，然后给瓤抠出来。今天塞馅儿的。对，这几个是高肉的。嗯。不高肉的就不能去根了。这样式的。啊，搁这堵头给它整一下。对呀、啊。这个这籽儿给它抠出来。哎。啊。一攥就出来了，就这样式的，这里边就高肉、嗯。来个鸡蛋。哎呀，母鸡蛋呢？嗯，母鸡蛋这是。公鸡蛋，母鸡蛋。这是笨鸡蛋，还有点葱花，还有点姜汁，生抽、老抽，来点胡椒粉，来点蚝油，来点鲜盐。那个生粉，好了，搅拌均匀。哎呀，这是几个搞馅儿的吧？这个六七个吧。往里装馅儿。哎呀，这家伙装多少的呀？装满，这玩意必须得装满，不装满的不行，不装满的踏坑。我妈的最爱又安排上了。嗯，好嘞，这必须得怼到这个地方。这要是有针，咔一下一打就妥了。嘿，那不是那么做的，真的，这辣椒形状不一样。你这几个辣椒不好挑呢。啊，哎呀，这辣椒挺直的，都挺直的，是吧？那你必须得挑这种，还得细辣椒，粗辣椒不好。嗯。啊。看这黄瓜蛹咋样吗？嗯，这黄瓜蛹好像没好。是不是？哎呀，这黄瓜蛹11块钱。啊。11块钱。怎么这么贵呢？现在这玩意儿贵。我秋的是2块钱一斤，是吧？那、啊、你搁那时候能比吗？白给他没人要。好了。哎呀，这咋不少啊？哎呀，好了。哎，这咋不咬？有嘴。哇，这煎这样式才好呢。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家煎的好啊！嗯，我得煎这样。怎么样了吧？太好了，这色儿过来了。嗯，对。哎呀，真好啊！来吧，这还剩呢。这个火辣呀吧，是吧？就倒这个锅里来了，哎呀妈，这家给煎的，这样是更好，一咕噜似的。好嘞。哎呀，这家伙，这锅糊。这好，不要这茬。哎，这姜葱、生抽、老抽，来点糖，来点盐，来点水。哎，好嘞！这家伙不少啊！嗯，你给这么多，哎，焖一下，焖一会儿。哎，我得停。这个水太甜了。好嘞，牛油。
这盘正好。好嘞。这家的好啊。咋样吗？嗯，挺好。点评一下。点评挺好。行。嗯。黄瓜蓉粉皮。哎呀，这家伙。这俩吃俩饭正好，好吧？正好，哪有糊的？哎呀，上尖一盘啊！正常。好嘞，来吧，整个大饮料吧。这饮料。哎，整个大饮料啊！今天我爸，那个我整块啤酒哈，行不行啊？行。你俩喝点饮料。哎，这饮料好喝，酸茶水。嗯。那不愿喝这个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今天我爸忌酒了，我妈也忌酒。这两天哪天要打针去？嗯。那个今天俩菜，这是尖椒酿肉，尖椒酿肉。这是我回来买的一个黄瓜蓉炒的粉皮啊，俩下饭菜。不喝酒就整点下饭菜哈。这种菜吃的更好。开饭，一分锅大米饭预备好了，先吃点吧，一会儿再给你盛吧。一会儿的，尝尝。凉快凉快。我看这个，这黄瓜蓉挺酸呐。挺酸呐。嗯。我爸尝了个籽儿，说是挺酸。挺好的黄瓜。是吧？我还寻那么硬装不能酸呢。哎呀，这黄瓜蓉可贵了，这一个黄瓜蓉十一块钱。对呀。是不是啊？现在这。不像咱家原来那没人要的时候了。黄瓜蓉好吃，这玩意得分啥时候的黄瓜蓉啊？黄瓜蓉炒粉皮。秋的时候那个那农村的黄瓜蓉。黄瓜蓉炒粉皮这菜好吃。各家一摘都一麻袋摘。我爸好几年没吃黄瓜蓉了。嗯。我们俩去年吃了。嗯，真挺酸。我来这带这酒，嗯。哎呀。妈，你来一个，你来一个带肉的，嗯，干净，老香了。这俩的肉馅也太多了。哎，嚯，赶上那什么了，包的尖椒馅饺子了。哎，老香了。这真跟那个尖椒馅饺子差不多味儿。这大米饭里包点小碴子好吃。人家你买点呗。咱们家有小碴子。有小碴子，但是一般焖不好。那小碴得泡吧？泡啥呀？那小碴小细，跟它大米一都是效果。黄瓜蓉炒粉皮，东北菜。东北都这么炒是吗？嗯。东北比较有名的菜。饭店也有，你这还是那啥人吃这个呢，是不是？这菜不好炒，你看这样。咋不啊？汤不好炒。你这添水了吗？没有，干了不行，你得找好这个汤，干了不行，稀了不行。来整口吗？嗯。今天没有酒都顾不上喝了。嗯，就吃饭了。我来一个不辣，你不带肉的。那带肉你俩吃吧。你再吃一个。嗯。我吃点不带肉就行吗？辣。这么多肉，好家伙，瞅着。哎呀妈！老粉上，哇，这是真香！不喝酒了就得多吃点饭。你看，不喝酒了，天天也能吃饭吗？他平时他就是吃菜多，喝完酒就不吃饭了。别的，没馅的肯定辣，是吗？不少啊。啊，你吃了一个没馅的？嗯，我吃完一个了。我这碗里埋了。嗯，不咋辣。可辣了，爸，你可别吃没馅儿，你吃有馅儿。
我肉我不吃，我青菜那么傻傻呀？哎呀，吃吃吃就吃着带肉的，哎，带肉的香，苦啊，辣。我是一个辣椒，一个土豆，这俩菜每天不用整别，就这俩菜换着整就行。今天整辣椒，明天整土豆，这玩意就辣椒里头那个金辣，人家那个都整出去了，煎完就不辣。嗯，那辣吗？那你那咋辣呢？那我这咋一点不辣呢？咱俩换来。那行行。哎呀，我看。嗯，你这一点都不辣。嗯，你这是有点辣。是不辣？嗯，我一点都不辣。哎呀妈的不辣。这辣椒下饭。嗯，这的确下饭。就在一闷远不会。吃个小碗。这下我得多吃一碗饭。这玩意是香啊！妈，我给你再来一个这个干。肉的。嗯。这你别吃了，我吃。嗯。这没馅儿的。那个辣，你吃个有馅儿的吗？我不要，你们俩吃吧，你俩。人家有一个评论说，高级小弟弟，你爸、你妈、老妈、老爸的那筷子，我一寻思就是能打架碰一起去，我俩可不有时候碰。我得紧小心点，肉就跟他碰上。他有时候像串味儿的，串味儿串不了。我爸那屋谁也不可以。你爸那卧室，我们坐凳子，他坐沙发的。他来大半碗就行，不用满碗，满碗就上来了。让他坐凳子上还不好，就我坐凳子。中间把主位都倒出来了。俺俩是打仗。半碗。行了，哎，这家伙这么直溜呢。那也好，你那个辣椒是最高的吧？最多的。不是，那上下那馅儿能看出来，发直。没有塌地方，你看。哎。那个馅儿是最灌的最标准。那俩你吃吧。我不要了。嗯。不要，你给你妈吃吧，我这还有。我不要了。你不要，我也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你看你这个。我吃不了了。装假的。哎。都吃了呗，家里。哥，给你一半。我不要。给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你看看你这玩意儿。我来一个。哎呀，这小胖给你这个。不吃咋整啊？我得揍他。我还来一个呢。嗯。我饱了。哎呀，不要我来。正好，这点大米饭。这肉馅这个料对的，你看正好。这是那红皮的，嗯，有一个红皮辣椒。这辣椒红皮的得辣呀，老闺女。那你吃不吗？那你吃吧，我不要。这辣椒墨鱼不辣，墨鱼不辣。那你要是辣，这个就那馅吃了。这个就不辣。看看辣不辣？不辣。嗯，不辣。不辣。墨鱼和辣椒辣。给你吧。我不要，我吃饱了。这家伙是有点辣吗？那你肉馅吃呢？那皮儿就一起吃。嗯，这吃完一会儿再说，能吃。俩吃吃够了。一碗饭。哥哥老抓精。咋意思？嗯，哪了？其实你说喝酒喝的是不多，就是吵吵的欢，没人干呐，是吧？一会儿整一个，整一个，总整一个。明天你喝酒，你尿尿小喝哈。
尿尿喝了。别吵吵，别喊。我爸甩了。吃完了，吃饱了。我爸这干吃饭老快了。嗯。稀里糊涂就吃完。那习惯性的。我爸晚上不吃主食，平时，但是早上吃啊。嗯。早上吃，晚上不吃。你俩在家吃大米粥、馒头。啥都吃。疙瘩汤、糊糊粥。吃疙瘩汤。疙瘩汤、糊糊粥、面片。疙瘩汤好吃。这都行，很少买东西吃，自己做。买点饼啥的，有时候。买点包面干的。你愿意吃泡面之类的。哎，你来点饮料啊。行行，我这还有一口，吃的挺饱，好吧。吃的饱，吃的足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嗯，干杯，跟大家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这饮料甜酸。哎呀，嗯，辣椒照溜光。那也没了。下饭菜，高油一炸就不是特别辣了，但是你要是不抠那个啥，不抠那个羊子辣，那家老辣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。如果有喜欢我们一家人的，请帮忙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。明天见，拜拜。